闪婚的库里南小姐姐带我去过她的城堡家里之后，又给了我250W 让我去创业。创业吧，小范，为了庆祝你创业，给你买个礼物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有你就行了。说嘛，喜欢什么？那你给我买两串大腰子。哎呀，别闹，不是说正经的。没事，你看雨下这么大，咱俩先找个地方吃饭吧。再说我这实力，我哎呀，不需要礼物啊。快点，你到底喜欢什么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不让你走了。哎呀，这没有啥呀。哎，那个吧，红色的。好啊，走吧。哎，不，这开玩笑呢，闪闪。哎呀，别闹啊。那下雨天你让我跟你一起淋雨吗？快走。那，哎呀。哎呀，这别，我真开玩笑呢，这别去了。真的是别买了，一口都不能便宜。走吧，你现在好歹也是身家上百万的人了。哎呀，走吧，立立正正的啊，注意点形象，走吧。到哪儿都有认识的人。不看哥哥，我们不看。我看呀，小帅，你喜欢哪个？我真不要，我真不要，真的。我老公说要这两个都要吗？对呀。你就不要，他开玩笑，真的，你这么贵，买这么多干嘛呀？我先去了。环保。我老公说了，他喜欢电动车。不是，都有，你看一下。走吧，去看看去。再去逛一下。这个。这是啥车呀？老板，你瞧眼光，这台是东三省第一台的台，售价是100万8000。哦。这车也太贵了吧？啊？一起都提了吧。那您这边多少钱？好。真假的？啊？哎，你好，程总，这个是您的四台车的合同吧？您帮我签一下。我替你签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多，我开不过来都。好了。对，然后这边跟您说一下。嗯。你输入一下密码。啊，你说。哎。是不是有点乱花钱了？听我的。哎呀，这是你们四把车的车钥匙。四把车，你要开哪一辆走？能退吗，哥？哎呀。签都签完了，走吧。哎，小董，先生，我们这边有个交车仪式，然后麻烦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嗯，走吧。好。嗯。这是交税。什么情况？这个？这给你的小帅。这是啥呀？这。这么高级吗？谢谢。哎，小帅，啊，把它揭出来吧。嗯，这个车，走吧。我先呢，这咋先呢？爽不爽？太爽了，程程，我好喜欢这个车。喂，妈咪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和我朋友吃饭。停为什么刷了那么多钱？15分钟之内到八号会所。哎，那个妈，啊，终于到了，睡着了。睡醒了。哎，到
了，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呀？嗯，我看你太累了，没舍得叫醒你。刚才是有一点困了。那个程程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以后能不能别给我花钱了？我现在自己可以赚钱了。没事的，哎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七夕礼物，你打开看看，喜不喜欢？礼物啊？啥呀？不是，你现在都送我内裤这么私密的东西了吗？全是说爱心什么呀？这个是娇内的爱心礼盒，它的内裤超级舒服的，而且我们是一对的，这个代表心心念念，心有所属。你只会买的呀，小帅。其实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特别开心，花点钱都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让你看到我对未来生活的所有憧憬。你抢我大腰子怎么办呢？你啥时候给我买呀？谁？程程，你和那小白脸的事儿我已经跟妈说了，她是不会。刘明宇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哎呀，程程，你怎么给人家买小内内呀？还是情侣款？嗯，咱俩晚上一起穿一套啊。不是，程程是我的女人，你管我干什么呢？不是你总给她打电话干啥？你这不是？行了，你别搭理她了。我妈咪最讨厌迟到的人了。等一下，你说话注意点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你走吧。下车吧。好。妈咪，我来啦。怎么了，妈妈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王程程，你可以呀、啊。嗯。这么一个。妈，王帅对我挺好的，我过生日的时候还给我放烟花呢。美女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。你那真对你好吗？是为了你的钱。像他就是没有社会地位、没有能力的人，你跟他好，你图什么？英语虽然任性点。妈，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王程程现在什么都不图，我就图王帅对我好，他喜欢我。你说明宇他除了有钱他还有什么呀？比他好的人多了是，今天什么也别跟我说，明天给我相亲去。不是，阿姨，阿姨，我和程程我俩是认真的。你住嘴，这没你说话的地方。妈，这是我最后跟你说这一次，你如果把我当成是你女儿的话，你今天刷了500万，你对他花了这么多的钱，你花女人的钱，你好意思吗？阿姨，我现在是配不上程程，但我的生活已经慢慢好起来了，我投资的餐厅也在正常的运转，所以请您相信我，我可以照顾好程程。什么？你要做生意？是啊。我是不是瞧不起你？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这块料啊？妈妈，你就给他一点时间嘛。好啊，我给他100万，2个月之内他给我翻10倍，他要是能做到，我可以考虑不让你们离婚。如果他做不到，你们就必须离婚。妈，这怎么可能呢？2个月之内赚1000万，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？对啊，我就是难为他。妈，好，小帅，你别逞强。我是认真的。好啊，拭目以待。拜拜。太吓人了，你就这么答应了？哎呀，没事。现在程程，相信我吗？相信你，我就得离婚。走吧。怎么就得离婚？这我干啥去啊？给你升级去。升级？哎呀，程程，等会儿，你先坐下。什么事啊？不是，咱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升级呀、啊？我这不是得给你规划一下吗？规划啊？你要是有1000万的话，你能给我多少？这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全给你都行。哎呀，你又在想什么呀？这样吧，以后呢，我就负责赚钱养家，你呢就负责貌美如花这些，行吗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帮你完成这个目标。你对我真好，程程。
喂，程程，你怎么样？这回是小白脸嘚瑟不了了吧？刘明宇，果然是你搞的鬼。啊、就是我说的，怎么地吧？他要真有能力，就怕我捣乱。你可真有意思，你这一天天，你我看你两个月怎么挣一千万。刘明宇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妈咪不同意，就算王帅他身无分文，我也会和他在一起的。那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就成了。你们这种人不值得。我带你搓澡去得了。啊哈哈、啊，带你搓澡吧。你看，都搓泥儿了。你正经点儿。那这样，我带你玩这个游戏吧。这个游戏十倍爆率，轻松挂机，升级还可以领丰厚的奖励，就是评论区顶部链接的那个。喂，妈咪。放心吧，我会靠自己的努力让你刮目相看。